桃园市资源回收循环再生联合颁奖典礼今天第一个精彩的开场的表演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接着下来也请大家就要用掌声来欢迎这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呢，经常在我们国内做巡回的演出，同时在很多的吉吉拉拉队的竞赛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身影，得过非常非常多的奖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大学竞技啦啦队的同学要带来精彩的演出。现场的朋友，请你们用掌声来欢迎台南大学竞技啦啦队带来今天精彩的开场精彩的演出，掌声欢迎他们。来，现在没有再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台南大学我们竞技啦啦队带来精彩的演出。当然呢，今天来到现场麻烦各位一件事哦，走到上面呢可能要麻烦各位留个空位。另外还是要跟大家提醒，我刚忘了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拍照的同时呢，为什么要请大家帮帮忙，如果今天有带摄影官的朋友哦，今天暂时就请摄影官稍微休息一下下，让我们专业的摄影师来拍。为什么呢？因为刚刚